那刚刚给你药，吃中药吃下去喽，对不对？啊，很棒啊，对不对？好好哦，好棒啊，是不是啊？好，你点个头吧，听了说现在跟你讲话，你都会回应哦，会点头摇头哦，对不对？听娜说你来这边进步好多，对不对？妈妈，我请问你一下，哎，那个阿妈现在是那个蔓越莓，不是小瓶吗？那个大概多少钱？蔓越莓？那不是小瓶的吧？那是一罐一罐的。这是一罐的。对。小罐吗？没有那么大罐。它是一买一很多，所以比较便宜。我弟弟去买的，我不知道。是一罐一罐的。它是一罐一罐，但是你多买多比较便宜，怎么了？没有了，没有。因为像我们买那个什么，那个管罐的奶粉啊，雅培啊，也是买很多啊，买很多的话，你买多的话，它就会算你便宜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知道我妈现在的贫血的那个指数已经升到十点多了耶，真的吗？很棒呢，啊，妈妈对不对？现在也没有怎么贫血了，十点多啊。不过你原来十二点多的呢，我们还可以再进步，对不对？啊？再加油吧！哎，我们还可以再进步哦，对不对？我们最差的时候是 6.6， 去年的十月是12，最差的时候 6.6， 后来升到8点多，后来一个月前上升到10点多啊，对不对？现在维持在10哦，很棒，是不是？啊，好。吃五谷粉，我觉得吃五谷粉很有用。我觉得我妈换吃五谷粉，没有再吃那个，没有吃那个管罐的牛奶，我觉得是有帮助的。因为它真正是食物，不是食品。对，我比较喜欢看到她吃的东西，我们知道是什么，不像那个管罐的东西。你把它那个标签看来看去，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做的，对不对，妈妈？好 ，OK， 好，就这样了。来，你看，现在妈妈好棒啊！等一下有人来看你哦，等一下有一个基督徒要来看你啊，要帮你祷告。昨天就有一个基督徒，礼拜二有一个基督徒帮你祷告，记不记得？他说上帝跟你同在哦，好不好？上帝祝福你，好不好？好吗？上帝祝福你哦，圣母玛利亚与你同在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你看点头了，等一下又会有一个教友会来看你，好不好？